主料，红萝卜一个，瘦肉四两，米腰六欧克，红枣八个，西洋菜几颗，辅料，姜末，生抽小许，料酒小许，花生油，盐，红萝卜去皮切粒，猪肉切粒加生抽花生油盐料酒腌一碗。因为天冷没那早买到肉，还没又早起，就昨多买晚上腌好，米洗干净，红枣洗干净，将红萝卜加水一包成粥，我常用电饭煲煲，按煮饭键，差不多开就完全打开盖，粥多不完全打开会溢出，我很少用煮粥汤键，煲汤也要用煮饭键煮开，才用煮粥汤键，用煮粥汤键时间长不会溢出，粥煮差不多了加肉，继续煮，煮浓滑，没有葱爆几颗西洋菜，腌肉时也放足够盐，煮好就不用放了，嗯，好香，完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